北京2022年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幕了，说到冬奥会，相信大家眼前就会出现奥林匹克的标志——五环。虽然我们在太空出差，但是也和地面的你一样，期盼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。今天，我们就用神奇的化学实验，在空间站变出一个奥运五环。 让我们一起为冬奥会健儿加油喝彩，预祝他们勇夺桂冠，为国争光。